那他才开始做外送尔，啊，生意就这么好，我看袂赴人拢休困。来，彼得，叫你滚滚的啊吼。哦。啊，看你的哦，嘛是同款安尼，有体无魂安尼，逐工安尼细心细心，看真正足有感的呢。对啊，阿美丽才拄离开，爱你留心啊，啊有可能哦是美丽来投胎，这个囡仔生来，还是会当有你得一点仔安慰嘛。嗯，安尼听起来怪怪，啊，假使我若是生查囡，安尼唔着因爱父女恋哦，啊我若生查甫咧，迄个叫做年下公。哈，啊，什么公？哎呦，阿姨，你就 old school 的呢，你要跟上流行啊！年下公的意思就是公方比受方年龄小，啊，那公方比受方年龄大，那叫做年上公。什么说公方是？哥讲我一遍，哥讲我一遍。公方比受方年龄小，年下公；公方比受方年龄大，年上公。哎呦，什么公啦？我看哦，我是年下空啦，事物皆空啦，什么拢无啦。啊！你唔是过滚啊丢单啊？赶紧啊！看一下迄落厨房要出菜无？人要来客啊呢？嗯，好知影。啊！即马大家讲话讲无三句，就讲到我的巴肚。啊，为着不爱让大家起怀疑，我搁挑过一个家己食我较大颗的。啊，搁过一两个月哦，恐惊落来白金啊，啊，加做大巴肚。啊，唔过若等到预产期，我是要生啥？洗一粒枕头哦，啊！我若是要假做老体，啊，唔得阁爱甲家己弄啊死死混混去。哎呀，啊，我呢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我一定爱假戏真做，甲高山用甲手，然后真正替伊布一个卵出来。稍等下哦，我落去甲祖师娘娘讲一声，然后补品甲嚼齐全。我身体这么用，我都不相信我生不出来。嗯，拼下去啦！金花，你是要拼啥？哦，啊，年底啊，就讲要拼业绩啦。啊，都好，都好，来，恁坐，恁坐，哈，帮我拼业绩。拜。爸妈，啊，恁又爱起来，这要创啥？恁家也无牵连啊。恁是毋是搁想空想胖哦？想要甲阮两个算作对啊？哎，恁若愿意哦，甲安琪算作对，阮当然嘛真欢喜。啊，不过阮今仔日约安琪哦，是有另外要紧的代志。安琪啊，这查囡仔吼，真乖，吼，啊虽然是较瘦，但毋过，咦，遐咧看起来真清秀吼。这以后应该是一个真好的媳妇，真好的妈妈。滚滚啊，你敢无考虑一下？啊，你若是无介意伊飞，安琪嘛袂歹呢。妈，啊，你要请安琪来食饭哦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啊，阮最近哦排骨煮侪人点，阮迄排骨哦是正港的乌猪肉，台湾的哦，要试看卖无？啊，无毛血。客家小炒嘛是阮的招牌哦。啊，啊客家小炒，那你这样出道？真好吃呢。嘿嘿，啊，咱拢无招待小菜啦。哈，搁要搁招待哦？你特别来哦，拢是叫招待呢。啊，你我若是无招待，啊，你唔着无要点菜啊？你安尼袂用的啦，开店你惊吃呢？嘿，啊，你安尼嘛袂用的呢，才好也搁惊人看呢。好啦，妈，啊，这摊我来请啦，真歹，你替阮处理就好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你熟悉嘛吼，啊，我出一桌啊，3600的吼。哇，真歹，你这么做生意的。哎呦，啊，机会啊，啊，欢迎光临哦，遐坐遐坐吼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嘿嘿，来，坐坐坐。Lucas， 马来啊。哎。安琪啊，你唔免歹势啦。无论发生啥物代志吼，我甲阮水某知吼，都等于是滚滚知影啊。有啥物话吼，做你讲不要紧。是啊，安琪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来讲啊，就是迄小弟哥考中时，伊竟然要招安琪去开房间咧。What？啊，许宗信遐尼啊大胆哦！啊，迄个后爸母张顺甲顶甲遮，伊嘛敢学袂来？真正是哦。总叫伊传点宣和啊，
讲暗时要来阮家，我们知影应该要安怎才好。啊，伊哪会知影恁家伫倒位啊？嗯，啊，伊总经理啊，啊，甲人事调一个安琪的这个员工资料，毋着拢知影。我是惊，我若是家己做，我得失掉伊，那安尼我就失去这份头咯。啊，毋过我阁无可能接受伊，当处长绝对会放我出来，所以我应该要安怎做？当然袂用接受啊。是啊，阿伯、阿姨，多谢你，你愿意跟我斗三工，真正想一个办法，看这件代志要安怎才当好好处理。啊，这个柯中信哦，真正是小弟哥呢。啊，对家己公司的妹妹也敢安尼胡白乱来，不要紧，我叫高三去甲处理。无需要，唔免甲高档出骂，我来就好啊。不要代替月亮处罚他。哈、啊！嗯，准备好了没？嗯，等你安装。张经理，嘘，来电话上。庄信哥 ，Very good。庄信哥，你先换室内拖鞋，我替你脱水。那叫大心了你。哎，安琪，拢是家己人，哪有需要再客气啦？对不？哎呀。安琪，我讲真个，哇！我今麦我的身躯人拢是你的呢。我拄仔来遮的时阵啊，我就看到一个哇，足好足香个香水，想讲来送你。来，你敢有介意？真介意，多谢你。那呢，是不是等来着，什么拢唔免，就干那喷香水就好？哎、嗯，那、是讲吼，恁家那拢无得红酒杯啊？啊，冇紧，等你结杯吼。恁刚好我甲炸一罐吼，这旧货红酒来吃，两个人做伙啉，阿你靠气氛啊。来来来，这钱收落来，给你结杯，刚需要这么多？你当然需要啊，我国家不够呢。好啦，忠信哥，多谢你。无安尼啦，你先去洗身躯，我去买顺续准备一个 surprise 给你，你讲好无？欧巴。